大家非常期待的日本原装进口 Honda Odyssey 即将发表，而我们也受到台湾本田的邀请，抢先试驾这台车子。目前它的预接单价一共分成两款，分别是145万元的入门型，还有168万元的顶级型。而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是168万元这个版本。首先，在外观车头部分 ，Honda Odyssey 用了非常多的镀铬件来营造出一个很豪华的一个感受。那它在下方也具备了一些类似空力套件的一个搭配，那它看起来有点豪华，但是又不失运动感。那么在两侧的灯组，它的主灯是 LED 的主灯，在周遭也有 LED 的日行灯来做搭配，在下方也有雾灯的配置，而且在周遭也有蜂巢状的饰板。接着我们看到车侧部分，发现 Honda Odyssey 具有一个比较传统的 MPV 车身格局。那么因为台湾本田所引进的是日规的一个车型，所以它的整个车长是4.83米，比较利于在都会区来行驶，不会太过于大。那么在后照镜的前端，它也具备了方向灯的指示。轮圈采用的是17寸的五辐式造型，它的配胎是215/55/17。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 ，Honda Odyssey 就有一个非常便利的配备，也非常重要，它就是电动的滑门。那么在打开滑门之后，我们发现它在门槛离地的高度其实非常的低。那如果你是家中有年长者，常常要上下车的话，年长者的膝盖比较不容易弯曲，那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的减低他膝盖弯曲的幅度，让家里的老人家上下车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辛苦。所以我们看到车尾部分。Honda Odyssey 的车尾在最上端，它搭配了一个小尾翼，它的后车窗面积也非常的大。那在后挡风玻璃上，它也具备了雨刷的配置。在两侧灯组，我们可以看到 LED 的灯条，所以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它会非常的特别。那么在下方，它也做出了类似一些空力套件的设计，让它看起来很有运动感。排气管采用隐藏式的设计，在正常角度看不到。接着我们来看到它的行李箱空间表现。首先，它有一个电磁阀的开启。那么在开启之后，透过油压顶杆，它会自己缓缓的升起。那么其实 Honda Odyssey 它有一个第三排的配置，不过我们先将它收起来。那么在收起来之后，它的整个底板的平整性相当的好，而且它的第三排座椅也是收得非常不着痕迹。那么在第三排座椅拉起来之后，其实它在后排的置物表现大概还可以容纳两个登机箱左右的一个大小。那么在整体的开口面积还有开口高度都是非常的有水准的。非常的便利。打开引擎盖，我们发现 Honda Odyssey 所采用的是原厂代号一句叫做 K24W 的引擎，那它是 Earthstream 的新世代引擎。不过它的动力输出是175匹的版本，和缸内直喷190匹的版本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不过它这组 Earthstream 引擎，它针对了内部的机件也做了非常多的优化，所以算是一款在节能表现还不错的引擎。从原厂所公布的数据，它有每规油耗14.8，换算成欧规大概也有12.8的一个表现。那么搭配的变速箱是 CVT 模拟7速的变速系统，而且这具2.4的引擎在台湾的税制下，其实还是蛮有优势的。坐进 Odyssey 的内装，我们发现它运用非常多的皮革和木纹饰板来构成整个中控台的造型。那么 Odyssey 在内装上的一些巧思，包含它将驾驶常用的一些功能都整合到了中间，所以也创造出周围非常好的空间运用表现。那么视觉上的焦点就是中央这组液晶触控萤幕，那它包含了蓝牙通信、还有音响以及倒车显影的功能。同时它也具备了原厂导航的一个系统。
那往下看，它是排档杆和引擎启动按键。在右边这一组是恒温空调的操纵界面，那它其实是三区的恒温空调。那它一样是采用触控的方式，所以它并没有实体的按键，你用触控的方式就可以非常便利的做一些功能的切换。在仪表板部分，它在中央有一个大的环状，那是时速表的显示。在中央的那一圈呢，它有一个单色的液晶萤幕，它可以显示包含一些油耗里程等。在方向盘，它采用四幅式的设计，那在两侧它有一些快播键，在左侧是音响系统的界面，在右侧是定速巡航，而在下方还有一些蓝牙系统的切换按键，以及右下方它有一个油耗里程的显示按键。那在方向盘的靠近左下方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绿色的按键，它是 Eco 按键，把它按下之后呢，它在节能的表现会更好。而在 Eco 按键的下方，它包含了两侧的电动尾门的启闭按键，你在驾驶座就可以针对这两侧尾门做开启或关闭。那在左边呢，是引擎怠速熄火的启闭按键。至于一些便利机能方面，我觉得 Odyssey 它有做了很多的巧思。那我蛮喜欢这一个置物盒的，它在一般的状况下，它可以创造出一个走道的空间。不过当你需要拿起物品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升起来，让这个置物盘离你的手比较近，拿东西比较方便。那在上方呢，这个眼镜盒其实它可以有一个广角镜的功能。如果你车子后面有载小朋友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广角镜来看他们后面的状况。在双前座椅方面，它的正驾驶座是电动调整，在副驾驶座是传统的手动调整。那么在整个椅面的形状设计来说，我觉得依然维持汉达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它不管是在舒适度还有包覆性来说，都有一定的水准。那在 Odyssey 上面呢，它还具备一个扶手的功能，所以你在长途驾驶的时候，你可以把手跪在这边休息。接着我们来看到 Odyssey 的后排乘坐表现，其实它在第二排的乘坐机能就非常的强大了，包含它的椅子有非常多的角度段数可以做调整，甚至你也可以让它变成像是商务舱的座椅。那你在将椅背整个倒平之后，你可以有一个稍微比较像躺的姿势。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要稍微看一点车外的风景的话，它在椅背的角度还可以往上垫，那让你不要躺得这么平，可以稍微看一下车外的一个景色。接着我们看到第三排的乘坐空间表现，其实在一般的 MPV 它的第三排通常是备而不用，只能用在短程的一个行驶。不过 Odyssey 的第三排其实它坐起来非常的舒适，那以我178公分的身高，我在第二排调成我一个觉得舒服的坐姿，但我在第三排也不会觉得拥挤，我的腿部空间仍然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延展。至于在椅背角度方面，它有三段的可调整段数，那让你可以去调整出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姿。那同时在第三排它所具备的一个冷气出风口，它的出风量其实不会小气，非常的大，让第三排也可以享受舒适的冷房效应。在主动安全方面， Odyssey 全车系标配的包含循迹防滑、车身动态稳定系统、斜坡起步辅助系统，还有胎压侦测。同时 Odyssey 也具备了主动式的自动停车辅助功能，那其实它透过这个系统呢，你可以做倒车入库或路边停车，都由这个系统来帮你决定方向盘的角度，对于驾驶者来说，在市区停车会相当的便利。而在进阶的安全系统方面，它还包含了车后盲点的侦测，透过后照镜两端的一个显示，你可以知道有没有来车接近你。在被动安全方面，它标配了6G 的辅助气囊，包含正向、侧向还有侧边气帘。我们现在试驾的是 Honda Odyssey， 那这一组 2.4 升的引擎跟变速箱的搭配，其实它在换挡的逻辑来说是非常的迅速的，因为在这组 CVT 的变速系统背后有非常庞大的资料库，所以面对驾驶的各种行车路况，它都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进退档逻辑。
像我们现在行经一段山路，那这组变速箱它当我们遇到下坡的时候会提供一段的挡煞，那让我们不用一直去踩刹车。那其实这样对于行车安全的稳定性来说，其实有相当程度的帮助。至于在操控表现方面，其实 Honda Odyssey 它在设计的初衷是以房车的底盘来做延伸的，所以包含它的整个视角、它开起来的感觉、它的坐姿都是非常接近房车的。那么其实这样的设计有一个好处，就是 Odyssey 虽然它的车身尺码算是蛮大的，不过你在开起来的感觉不会有开大车的一个压迫感，那甚至在市区行驶的当中都是非常的灵巧。不过当我们行经这段山路的时候，我们还是仍然发现它有一些 MPV 先天上的一个比较难以克服的地方，那就是它在侧倾的部分。那甚至它在高速公路上面也因为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在侧风的状况下仍然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不过以 MPV 的操控表现来讲，我觉得 Odyssey 它在这个部分算是非常的优异。至于在方向盘部分，Odyssey 采用电子式的方向盘，所以它营造出一个比较灵活、比较轻松的一个转向调性。那其实这当你在行驶市区的过程当中，它也有利于你在回转的一些动作。那再来谈到悬吊的表现，那 Odyssey 其实它的整个减震筒的配置偏向比较有路感的，那它在路面的回馈资讯来说是比较丰富一些的。那么有一些 MPV 的车型可能会一昧的去追求舒适性的表现，那么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它在整个行车的稳定性来说会有一些的牺牲。不过我觉得 Honda Odyssey 在整个舒适度和操控性表现来说，它取得一个相当不错的平衡，就是虽然它的路面资讯比较丰富，但是你也不会感到非常的不舒适，甚至驾驶开起来会非常的有信心。那我觉得这是 Honda 在做一台车子的时候他所考量到的地方。接着谈到隔音表现方面， Odyssey 虽然是一款 MPV， 但是它在整个车内的回音表现我觉得并不是太过于严重，算是抑制的还蛮不错的，而且在轮胎所滚动的一个声响也获得相当好的抑制。不过在整个引擎式的防火墙隔音表现来说，当我们转速拉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比较明显听到引擎在工作的一些声音。那如果针对这个部分再做一些加强的话，它会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宁静。经过一整天的相处，我们发现 Honda Odyssey 除了带来非常新颖的外观，而且它在主被动安全防护也非常的有水准，当然在行路性的表现也非常的优质。最重要的是它在整个空间的运用表现是非常的灵活而且人性化，所以我强烈建议如果你对这台车子很有兴趣，一定要走访一趟展示间去坐坐看，去使用看看它的空间机能，你会发现 Honda Odyssey 所带来的超乎你的想象。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